今天这期给你们带来最新版本的顶配华强北 AirPods 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桌面上摆的是琳琅满目的版本哈，有杰里的、瑞运的、洛达的哈。但是现在华强北已经是，毕竟发展了这么久了，也 AirPods 在华强北也差不多有一年的周期啊。我们现在就来给你们看一下目前最好的版本啊。现在这款顶配用的是戈尔龟的耳麦啊，是从根本上解决了打电话听不清楚与发语音听不清楚的问题啊，这是有反驰的，很多小伙伴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这个版本，因为这个版本是工厂定制的啊，你们市面上说的那些顶配其实有那么一点点忽悠人，不懂是什么工厂，是小作坊还是大工厂啊，所以说鱼龙混杂，琳琅满目，也很多版本买了不好的版本。然后这个是洛达1536油真光感不跳电的啊，负一屏实时残响，支持共享音频啊。光感它这里有个元器件的，这个是最好的版本，它有个自动录耳检测跟正品一样。然后有的小伙伴问，哎呀，为什么我买的电商平台的质量这么差，打电话不好，打电话效果不好，而且没喷码啊？这里我要提一下，电商平台的东西呢，是不能明目张胆的卖假货的哈。如果是说跟正品做的完全1:1，那就算冲假了啊。这是我们的包装啊，可以看一下，非常的细致。贴纸什么的也都有啊，也有苹果 logo，电商没有苹果 logo，没有喷码啊，反正就是空荡荡的一个耳机，看起来给人一眼假的感觉，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不好啊。然后它这个有线充是TWS 充电仓解决方案啊，这个还支持共享音频啊，共享音频我待会放到视频后面来给你们演示一下什么叫共享音频啊，反正这个。也是目前可以说是音质接近正品的版本，因为它的喇叭是14.2进口泰摩喇叭，足32欧的啊，足32欧，这个就是我在工厂定制的啊，我在工厂定制的一个版本，我定制一个版本，我不仅要给工厂研发费用什么什么的，还要给工厂提供这些材料的渠道，进口材渠道，然后工厂再模拟一个。我们先把耳机连上，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这个耳机它已经是连上了。然后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共享音频的选项，我们再把它点开。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功能呢，就是方便你跟你的女朋友用两副耳机看一个手机的那个电影，懂我意思吧？你跟你女朋友呢，就可以用两副耳机，不用一人戴一边哈，可以接到这个耳机的声音。这是华强北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，好，你们看，这就连接上了哈，然后它这个音量还是可调节的，一个是主机，一个是本机哈，看到没有，非常的厉害，这个是这跟功能跟正品达到一模一样的这个程度了啊，是非常好的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共享音频的时候，它这个界面啊，这个音量还可以调哈，看到没有，非常的人性化哈，它这个共享音频之后图标就变了，变成两个人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其实才是真正的所谓顶配版本啊，像市面上那些什么吹喇叭的、吹壳料的什么的，其实不用听太多，基本上都是豪头啊，要拿点真正实际的功能出来看才行，我个人认为，那些什么壳料啊、喇叭，那些其实我是觉得都在吹，只有真正给你卖给你顶配的，
才是真正的好卖家啊。然后本期视频就差不多到这里，别的废话我们也不多说啊。华强北它现在技术确实是有达到这么高的技术啊。然后我会在评论区点赞里面抽一个幸运观众，送出我手中这款顶配的 AirPods 啊，希望大家多多三连啊。啊，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